了，叔哥。早上好，徐总，上班了。今天咱要离开这了，在这待这几天都待破产了。我觉得他这个地方风水不太好，哎，咱还是赶紧离开吧，已经11点多了。Open the door， 哇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阳光明媚啊，风和日丽。这几天咱就是在这儿露营休息的。这好像是一个废弃的厂房还是什么？这三面是墙，进不来财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太好。而且这边没墙，有个车给堵上了，天天这个车在这。那边有个旱厕，那旱厕往这一刮风，一股尿骚味都刮到这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不好，咱得赶紧离开。再待下去，咱倾家荡产可能的。洗了个澡，买了点菜，接下来咱就出发吧。到前面找到露营地，起锅烧水。始都镇到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咱就在这个镇上露营休息了。现在已经5点半了，不走了。感觉它这个镇还挺繁华，挺热闹的。咱的三轮小房车已经好几天没充电了，这一路翻山越岭，基本上算是没电了。接下来得找个地方去充充电。但是我在地图上看，它这个镇上也没有充电站啊。OK 了，兄弟们，到站了。今天咱就在这露营吧。看这一片大红地，非常的奥利给。这小环境、小视野，啊，有山有水，那边还一条河，太棒了。这太阳也马上下山了，不往前走了。这前面就是车都镇了，咱现在已经算是出镇了。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就是有点风。那在这起锅烧水吧，这还有一个旺财呢，旺财。今天买了两个玉米，一根大萝卜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！幸亏没打到我，如果打到我这个尖，一下把头给干一个窟窿了。这风老大了，最狠的是这个，买了35块钱的牛排骨啊，好久没吃过牛排骨了，但它这个是冻的，这还没解冻呢，当当硬。咱先给它解冻吧。咱今天做一个香辣牛排，开整。好了，兄弟们，
牛排已经解冻了，直接给它焯水解冻了。接下来把这个小玉米搞里头，小萝卜也搞里头，小萝卜有点大，切开吧。大蒜搞里头，小花椒去香增香。把这个盐都给刮跑了，也和驴欢大。搞里头，千年老干妈搞里头，最后加入生命之源，盖上锅盖，炼它981天。哎呀，外面真冷啊，兄弟们！我觉得现在都零下了。而且风刮的特别大，这饭终于做好了，香辣牛排，兄弟们先吃。好久没吃过牛排了，脱骨了，得累试试，哇，这都是小肋排啊，哇香，撇了。成交，哇，尝尝萝卜，哇，水嫩多汁，有点烫，哇，看这个，一层瘦的，一层肥的，一层瘦的，一层肥的，哈，真老香了，绝了，尝一下玉米，这玉米还挺嫩啊，而且特别甜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，哇，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吃完收拾一下，该休息了，外面老冷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得解冻。这是零下了，哎呦。